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孙瑞。然后呢，今天呢，我要完成一个我的 flag， 就是一天不说东北话。你为什么要用带魔的绝招？我今天一定不会说一句东北话的。哎，这是什么呢？我的膝盖好痛，去截肢吧。我在想什么？是在脑子里。失败，很快，今天哥瑞五分钟就失败了。哎，你们是流氓吗？他放倒了两次。这帮小朋友，我看他俩一个比一个壮，比个壮。你想，我怎么不是小姑娘了？欧瑞不可能那么轻易。刚刚我们一起干。怎么样？采访你一下，看这种血腥的，看上这种血腥的场面。因为刚才我指着你俩，我说你怎么能欺负小姑娘呢？结果一看你俩，一个比，一个比一个壮，他又在欺负人。你看，真的，我刚才指着他，我说怎么欺负我？看你们仨，一个比一个壮。全程记录。我们现在凌晨3点，我这3天总共睡了大概，前3天睡了20分钟，今天下午睡了3个小时，是我睡得最多的时候，我已经很快乐了。我觉得我人不需要睡觉了，我很快乐，我现在整个人很兴奋。现在是凌晨几点？3点。你现在觉得怎么样？太快乐了。看看大家都很兴奋，困吗？是不是一点都不困？不困，我觉得不需要睡觉。对，人不需要睡觉了。我经过这么一段时间里面，我终于感受到了，其实人可以不用睡觉。以前我有室友熬夜的时候，我就告诉他，我说你千万别熬夜，对身体不好。现在我都熬这么多天，身体还好好的。看看啊，现在是凌晨4点多，我们刚刚排完练，然后现在要来这个走台彩排了，人就不用睡了这个觉，但是我们很快乐，我根本不困，一点不困。而且要没有这口气，我们就还是会困的。但现在你看，现在成局满满的正能量，你看这样，哎呦天，太精神了，满满的正能量，你看。一点不困，眼睛睁得比平时都大。Hello， 我们太满满的正能量，不睡觉人可以不用睡觉了，很快乐，真的。每天早晨，满满正能量。